口罩干，抓起来。哎，他吃摩斯哎，哦，他吃摩斯，不好意思误会，有想说你没那么有品味。应该是吃麦当劳。或摩斯。对啊，他不会那么有品味吃摩斯，他应该是吃麦当劳。什么啊？没事。啊，你不是说吃东西吗？对啊，它里面吃东西的地方暖的，然后在外面不是二楼吗？二楼不是都是那种很光色的那种。你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啊，懒得解释，赶快叫车。还有这个加宽的车把手的位配置，这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骑士拥有更好的骑乘三角骑姿。那再来这个车把手的角度呢，它朝向水平方向去调整。那重点就是让大家利于在调整骑姿的变化。你可能是想要大叔加油，轻松的多多风。干嘛啦？不开心、欸。雨男。欸，不是我的问题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是最大受害者，因为我本来就是高额头，然后我今天又去理了个非常短头，在这个黑夜底下，妈秃就秃在那边，什么高额头，在这黑夜底下闪现光头啊，难免会走到这一刻啦，对，难免会觉得你头发很多，我头发多我不怕啊，而且你额头是短额头，什么短额头，我这天庭饱满的很，这边乱讲话，你觉得这个车有多丑？不，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它有点 Hermes 的东南亚味，在这比例凸起来了。你讲的丑，该是这部分吗？我也不是，我比如说我之前看网络讯息，我预期更丑。哦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看久了就是，我觉得雅马哈车你就需要时间让它消化一下。可是他讲归这样讲啊，就是这个人搞什么线上改车，干嘛？这个车要变好看很简单，我改给你们看。没有，车头降下来，哦对，尾巴再变回单枪就好看了。是，其实就这样嘛。其实我也蛮遗憾他那个变速。是啊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又很妙。大家都说你们只改外壳，只有外形。我现在好料都给你了，变丑了，你买不买？我觉得它价格开出来就没有问题，99,000。对啊，吓死了！我觉得十几万你还可以抱怨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听打听到一个不得了的消息。对。99,000现在是早鸟预购价嘛，就是冲一波嘛。对。听说，因为刚刚就有人跟我说，哦，那一开始安娜喊那个什么11万，对，可能就是正式售价。听说不是哎、欸，所以他就是正式在乱喊。对，可能就是一个数字。听说实际售价，如果你没跟到早鸟这一波，好像也不会差太多。但那个人就是不愿意承认是官方说法，对，但我听到是这样。哦，99,800，很凶哎、欸，就是哎、欸，可是真的是99,000，蛮厉害的。对啊，好了啊，你讲完了没？没有，可以帮我扶一个头发吗？没有，你妈的！好了好了，小编很厉害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方尔康加个刘海。我总觉得会被搞，好，一定被搞的。大家都走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走了。啊，我们那个乘客呢？也绕跑了。罗已经跑了，没有，都没看到。那边啊。好好好。好了，本来想说跟大家闲聊一下，但我觉得这是废片已经超越废片中的极致了，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主题了。不然聊一下我对 Force 的看法好了，这样收音收得到吗？应该可以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觉得，老实讲啊，这个车出来的时候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了。你干嘛在那边转来转去？因为我本来以为它会在。肥一点，但是其实比例上抓得蛮好的。那就是，其实这个头灯啊，有一点那种 MT09 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那种旧款的吗？旧款的啦，10啊 ，MT10 那种感觉，机械感有，然后整个是很霸气的，但是就是这边稍微高了一点，所以 Ben 刚刚说有那个东南亚感嘛，我觉得那个改善的话应该不错，而且 VVA 155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实际上。大家能不能接受？因为以前 Force 最信的就是他帅，那我现在符合雅马哈人机关能啊、哦，我这个车子
机动性要好，这个收纳使用表现要棒，骑乘感受也要好。可是我没有以前那么帅，是不是真的能够一样受女孩子欢迎呢？不知道。哎，罗伟霆，好，那你过来顺光顺光。主要是雨伞。干，这是什么？那你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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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下。不是，那个我直接快问快答了，因为等一下要回去了。那个，你觉得新的 boss 跟旧 boss 哪一个帅？他比较锐利啦，不用闪的啦。那个反正等一下谁去卸妆，他头就是比较圆，对，比较喜欢锐利。以前就是那种尖尖，对，现在就是那种比较壮。我觉得比较像女跑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圆润这样。以前是很精练的选手，现在就是壮了。以前练健美，现在练健力，就是很壮。可是还是好看的啦，我觉得。啊、如果能够比例再微调一下，但是雅马哈车也说不准，因为一开始是这样，后面也不一定。真假的，他会改多吗？啊？他改很多吗？是大家看习惯了，感觉会不一样。谁会那边改？好了啊，你今天，这我要跟各位讲，你们要再次感谢我。那么你看到罗伟霆的影，是什么？啊？他本来想说直播弄一弄就要走了，我觉得真的是有够糟糕。我直播可以抢时间，比你们快上啊。你又不讲话，那你直播个屁，看雅马哈就好。雅马哈还双击，人家在那边切换。对，我整场都要看那个摄影师的背。OK。对，我没有想到这件事。然后你们没有试驾吗？没有啊，应该。因为他车比较少，听说是留给媒体的。对啊，你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夜间加雨天市区的试驾的发表会。发表会，对，真的是有够大雨，真的超大。哎，好了，飞片中的飞片，无聊中无聊，就是今天这一支片。谢谢你啦。那个，因为上次我们影片出来之后，有人说，可以再去参加，再去跑一些不一样的路段。好好，都跑。跑个屁！我是觉得先休息个半年，那真的是累歪了。半年太夸张。没有啦，之后我们可以走一些比较轻松的，不要每天。对，不要这么怕痛好吗？对，太好了。今天有媒体赠品吗？还没有拿到，应该还没。等一下去出口。我先去拿，不然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尴尬，你返场一周，你是你去返场。本来说我媒体不是民众赏车会，是不是现在这时候？就是 after party。但没有人啊。有吧，刚很多人哎。好了，不重要了，就这样吧。这支影片搞不好没有，因为这实在太废到不行。那你还叫我拍？我加减拍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很努力。我们这个应该来得及今天晚上上吧？应该可以。你到高铁前我们就上了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